哦，我家的超好喝。哎哎哎 ，K， 你犯规，你为什么没有喝啊？怎么有点喝醉啊？啊，明明调是鸡尾，没有酒。啊？那宝三哥，你确定你里面没有加酒？糟了，应该有问题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们被绑起来了。我不是要问这个。King， 雷霆，你为什么？谁把我们绑在这里？是雷霆。Oh King 啊，你绑我们干什么？敢放开我们！对不起，我没有选择，我必须要救。不错嘛，这次会听话了。你为什么不早这么做呢？你现在可以照约定放了婆婆了吧？既然这么听话，那我就不需要这老太婆了。哦，放了她。妮妮，好不好啊？有没有受伤啊？赞，我们是不是被出卖了？你是说 King 出卖了我们？啊 ？King 出卖我们？哎呀，这都不管啊！先别管那么多了，我们大家先脱困再说。奇怪，怎么使不出战力指数？我也是。怎么办？我也使不出战力指数啊！哎，宝三哥，你本来就没有战力指数了。哦，对哦，哎，我忘记了，我喝醉了。棍子哥，还记得我吗？上次在混沌塔，让你们找到我的破绽。今天我就是来血池的。没想到吧？现在你们大家都是我的瓮中鳖了。少在那自鸣得意！我们再试一次。再试一百次都是没有用的。我老实告诉你们，你们今天喝的饮料都被你们最信任的 King 下药了。现在你们想施展异能也是不可能的。King 啊，他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先救他，而牺牲我们啊？大个子，你不用管他是谁。我不叫大个子，叫我宝三就可以了。我不要知道这么多。现在，你们都给我受死！让开！我不要！你，漫步在云端。漫步在云端，黑色球状物体。丢出时会产生电极，并锁住异能行者的行动。是暂时性对付黑龙使用的漫步在云端。你是有头发观众连不起来啊？当然啦，那是2013年播的，之前还有乡民问你说，怎么会突然拿出漫步在云端？是吗？
我在福利社买的。喂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观众互动哦？对嘛，我就说 Ken 怎么会背叛我们？他总是有备案的。 Ken， 你打的钱一定会解得开，慢慢来，不要乱冒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凤太久受潮失灵了？ 啊，有可能呢。哎呦，怎么那么逊啊？你瞎哎，把他拿去退货嘛！哎，宝山哥现在不是说退换货的事了。哦哦哦。你这个叛徒，你不要命的吗？King， 我看你是当 King 当太久。 你真的以为终极一般的老大吗？不管我是谁，我都不准你抓他们。不准我抓他们！<笑>你看看你在说什么笑话！你一个没有战力指数的人，你怎么保护这些人？你没有战力指数？这怎么可能啊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？哼，我看你们这些够蠢的。这个人。 根本就不是 King， 他是我的傀儡，也长得跟雷霆一模一样傀儡。哼，我看你们终极一般，根本就是蠢蛋一般，被一个麻瓜骗得团团转啊！你骗人，天台才不是这样子的人。难怪之前火龙果高校来踢馆的时候，他会想出那种游戏规则，让自己白白挨揍。 原来是因为他没有战力指数。哎呦，什么跟什么？他不是 King，那他是谁啊？他是小慈，小慈。啊？小。你真的不认识我们了吗？雷霆。我应该要认识你们吗？各位大哥大姐。雷霆。就跟你们说了，我不知道你说那个什么 King 哦，我叫小慈，小慈的小，小慈的慈，这样知道了吗？你真的不是雷霆。